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跟姑姑说一声呢？你说话呀！ 是回去的路，自找难受，投胎姑姑。看你弄的，那个小花帽子。来，走，我们先去。 真是不打不相识啊！咱们又见面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要是来道歉的，那就免了。你赶紧走吧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我是来要人的。你跑这儿来要什么人？就是露珠啊。露珠，露珠是你什么人？ 她是我儿媳妇。儿媳妇。如果你是存心来捣乱的，我劝你赶快离开，要不然你会后悔的。还指不定谁后悔。你们识相点，把露珠还给我，要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 我告你们个拐骗幼女罪，少说你们也得蹲上个三五年大牢。我没时间跟你们磨牙。这露珠这么小年纪，怎么可能结婚呢？你简直胡说八道！听您这话，好像您不是中国人似的。在中国这样的小媳妇多了，不信，你问问露珠啊。 你敢不承认吗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也不认识你家的儿子。你，这，哎，你们可千万别听他的啊！露珠，跟我回去。可是，你们别听他的，我不跟他走。好啊，露珠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给我打！你给我回来！打人！你给我回来！住手！就不许你撒野！ 你们是真想吃官司，那好，你们就等着坐大牢吧。陆春，告诉姑姑。 那个人说的话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姑姑，要是真的，你会把露珠赶走吗？要是真的，姑姑就想办法把你留下来。可是你不能骗姑姑，啊！是真的，姑露珠的病好苦。3年前，露珠不在奉天的大本营。 可是本鬼子的兵营紧挨着，本鬼子就使坏，把我爹和娘抓起来，送到煤窑去挖煤，赶上煤窑瓦斯爆炸，我爹和娘都死了，那会露珠才刚刚5岁，露珠没法活了，就抱到城里。 有人说，我头上差几根小棍就可以把自个儿卖了。露珠就捡了3根小棍打在自己头上，来买露珠，杂乱搬的搬出，他姓胡，胡本图买下了露珠，把露珠埋了爹娘。
当时说好了的，让露珠当他的养女，等长大了就嫁给他家的傻儿子做媳妇。露珠不是成心想骗人，可成心是露珠不想说。小姐，是你？你怎么还没回去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是回去了，可是半路上想起来，要是那个帮主又来捣乱，你如何应付？打我是打不过的，但至少能抵挡一阵。哎，露珠她睡了吗？好不容易哄睡着了，她全身都在发抖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就要受那么多的苦难，真让你不敢相信。还好，她毕竟活下来了。我不会让班主带走她，绝不会。说好像行了，我得去看一看。麦克，其实我也挺怕的。谢谢。去吧，爸爸水边自己回家，等姑姑来接你。姑，你叔叔会有办法吗？放心，林叔叔可是大律师，他没有办法，谁还会有办法？安心上课，回了家，姑姑可要考你了。姑姑再见。这样去找你呢？什么事啊？你先坐。该不会是露珠的事吧？正是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快说说，怎么救露珠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就发现自己很没用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就靠你了。你呀，先喝点水。你看你的嗓子都哑了。给。怎么救露珠？阿秋，现在要救的不是露珠，而是你，你知道吗？我？你。副班主正是以掠幼罪啊，也就是拐骗儿童罪起诉你，并且他委托我作为他的律师。我答应了。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。我接总比别人接要好。你想，如果换一个别的律师，他一旦知道你不是傅一方，而是淑妃文秀的话，那肯定会节外生枝的。当初溥仪不愿意对簿公堂，现在你也面临同样的窘境，我想你也不愿意出天受审吧。能留下露珠我不怕，问题是留不下。这场官司要真打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输的肯定是你而不是胡班主，这是我先答应的原因。我想由我居中调停，我希望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如果能免去你的牢狱之灾，那最好不过了。天明，现在谈来谈去的都是我，那露珠怎么办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尽快把露珠送给胡班主。什么？你要我把露珠送回杂耍班？文秀，这里有一个法律上的概念，我混淆了。露珠是回家，而不是回杂耍班。她是胡班主合法的养女，现在违法的是你，而不是胡班主。天明，你不要绕着弯子说话。我只想要问一问，如果法律连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女孩都保护不了，那要法律干什么？要你们律师干什么？难道这个社会真的就成了吃人的社会？文秀，你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个吃人的社会，那就对了。不怕你失望，像露珠这样的事情还不算黑暗，比这黑暗多的是呢。如果你指望用法律来解决一切的罪恶和不公，那未免太天真了。天明，真正让我伤心失望的人是你。我满心以为来找你，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，没想到你非但没有办法，你反而要我把露珠送回去，我做不到。你大可以帮着胡班主来打官司，我等着，我也不用请什么律师，我会为我自己和露珠辩护，我就不信这个社会一点公道都没有。文秀，文秀，冷静点。会给你一个辩护的机会吗？我总该要试一试。如果我连试都不试，我就把露珠送回去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文秀，姑姑，姑姑，怎么样？今天学了什么？好多好多。你咋就输了吗？胡班主不会再见到了吧？露珠放心，有姑姑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李叔叔真好，等下次他再来，我给他变戏法看。这一整天我都在提心吊胆的，就怕真的离开了姑姑。我们回家。傅小姐吧，胡帮主控告你虐幼罪。
拐骗了他的养女，我们后面将你缉拿归案，带走。这下你该后悔了。他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作为本案的证人，你也得跟我们走。走，走。小姐，快，大哥，林先生，走。文旭和露珠真的出事了，吴班主刚带着警察把他们押走了。他俩叫露珠，结果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小姐这样的女人，我是不会放的，留在这儿当画看也是好的呀。你错了，做保的不是我，是齐小姐，我是胡班长的委托律师。我是看在黎先生的面子上，才答应交保候审的。是吗？那多谢了，一点小意思。黎先生，客气了，其实这倒用不着嘛啊。小弟久仰黎先生，早就想去拜望，可是苦于没有机会。哎，警察局的方局长对黎先生也是十分的敬慕，以后若有机会，请黎先生在方局长面前替小弟美言几句，小弟就别无他求了。好说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放人了？当然当然，齐小弟请，黎先生请，小弟请。辩解的机会都不给，怎么会这样？从来都是这样，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。
胡班主那儿我去了。他说，只要把露珠送回去，他就撤诉不告你了。小姐，还是我来洗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那我把衣服弄好了。好。走远，我们这就找去。对，我换衣服。你要金子、银子，还是要房子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什么都给你。你是真心对陆都好，半点假意不掺。可是，如临走，我一不要房子，二不要金子，三不要银子。只要你能找一个女人。多大年龄都成，做我的儿媳妇儿。二姑，傅姑娘，我还能活多久？我死了以后，我这傻儿子怎么办？
傅姑娘，让我怎么说呢？姑姑，你就别光露珠了，露珠面孔，你和博士叔叔、小鹅姐姐在那边站好，露珠给你们表演一个拿手的节目。露珠还不到九岁，还差六天就是她的生日了。这个时候她应该在学校，应该在念书。我答应过要供他念到大学，小姐，不要再难过了。死突然间变得如此简单容易，好像很不真实。一个连死亡都不真实的世界，真是太可怕了。那个护班主后悔不迭，说要厚葬母猪，算是赎罪。
什么用？他死了，陆舟已经死了，他是被愚昧杀死。被愚昧杀死的又何止陆珠一个人呢？自从我认识了陆珠，他跟我在一起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喜欢孩子，她就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女人爱孩子是天性，不管怎么压抑，这种天性都不会泯灭。天明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雨涵小学去当一名老师。那儿有很多的孩子，我相信他们会给我慰藉。天明，我可以吗？对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该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好，现在老师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遍，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哦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大家要听好啊，现在要跟着老师一起念，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很好。我们今天学的生字呢，有尽，有穷，还有层，还有楼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下课。起立。辛苦了，学生挺喜欢你们的课呀。谢谢谷校长，我刚上讲台没什么经验，以后啊还请你多多指教。指教谈不上，倒是可以一起探讨。我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在教育上搞出些名堂来啊，不为自己也要为咱们这个民族啊。张伯苓先生啊曾经有一句名言，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大课桌。这里边的学问可谓大矣呀。对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麦可金先生，新来的美术教员。我和傅小姐早就认识。这真是太好了。麦可金先生以堂堂的留法博士屈尊到本校就职，在是本校莫大的荣幸啊。不必客气，我是追随傅小姐而来的。这就更要感谢傅小姐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，小姐，
我没想到你又回到玉涵小学来。难道你就为这事再不高兴？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，不想太招摇，尤其是在学校。我们现在都为人师表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成为学生的表率，你能理解我吗？这就是说以后学校里边不能追求你是吧？那在这儿总可以吧？在这儿也不行。这一走，只剩下文秀和草娥，主仆二人相依为命。人有时候活得真的挺怪的，好像很多事情都前生注定似的。那么大的紫园，只住他们两个，实在是太空了。你是不是也想搬进去啊？可惜你没机会了。你看，我连婚纱都买好了，好不好看？本来我早就想买了，可一直也没遇上可心的。今天在大华洋行刚好遇上这一件，还有一件是在巴黎买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去换。啊不，挺好看的，不就是一件婚纱吗？正要去找你跟天明呢。怎么了？和天明吵架了？这你也看得出来。你呀，高兴难过都写在脸上。我想除了天明，没有谁会让你这么难过吧。有时候真觉得爱一个人挺难的。我曾经发誓，非天明不嫁。看来这个誓言要成为自己的国套了。怎么了？你跟天明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挺好的。天明，如玉对你无怨无悔，你可千万不能负了他。
我对自己这么说，我不能负责如云，还有他的父亲。你知道，我是如玉的父亲把我抚养大的，他们对我恩重如山。在他父亲临去之前，我答应过他，照顾如玉一生。我现在真的很自责。天明，如玉是个难得的好女孩，非常难得。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女孩，可是我们之间男女感情有多深，我现在不清楚了。天明，你不该说这样的话。要是如玉知道了，他会难过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跟你说。好了，现在什么都别说了，快去把如玉找回来。两个纠缠的。